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梦想剧场。与君初相识，恰似故人归。春天来了，百花开了，季云河你在哪里？春天来了，掌翼你在哪里？春天来了，百花开了，佳人爱丽丝期待迪丽热巴、任嘉伦，期待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，期待季云河、掌翼。是啊是啊，迪丽热巴是模特吧，走的那几步永远都能够走进爱丽丝的心里去。小编刷着春天的花絮，刷着春天里的迪丽热巴，刷着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，刷着季云河的路透，竟然刷出了大片的感觉。四季更换，春回大地，春换新颜。小编又刷起了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的预告片，一场童话盛宴，一次冒险之旅，一念之间，天地倾覆，正邪之争即将展开。风云骤起，暗藏玄机，向往自由之心与守护生灵之责又该如何取舍？小编惊喜地发现，就在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的预告片上线之际，迪丽热巴化身剧中的角色惊喜现身，大爱为守护苍生，掩情于心寻自由，季云河有幸与君初相识。好家伙，不得了了，看到迪丽热巴惊喜现身，众多网友和粉丝纷纷上线，迪丽热巴的人气热度太旺了，太火了，火爆了。在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剧中，迪丽热巴饰演强大美丽的御灵师季云河，看似潇洒不羁，实则深情无比，为了得到自由忍辱负重，勇于反抗。没错，如果遇到自己想做的事儿，那就勇敢去做吧，大胆的去付出吧。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不是想法，不是能力，而是那份果敢和勇敢。对对对，爱丽丝说的太好了，如果不是前世的缘，怎能和你相遇春天。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的路透剧照和精彩花絮已经刷了千遍万遍，只为一睹你的容颜。季云河 A 爆了，期待季云河，期待迪迪，快搬个小板凳蹲住，期待季云河登场。借水成海，云月双清，和风细雨，不限神明。迪丽热巴呀，迪丽热巴，愿你自由如风，期待与你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，早日江湖仙见。如果今生与你相见，肯定是在最美的春天。如今春天来了，爱丽丝与你一起相约春天，许一场梨花纷飞的浪漫。就让我们的故事留在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里，留在最美的春天。哇，任嘉伦也化身剧中的角色惊喜上线，风云乱卷，历尽世事，却守一方初心不改，长翼有幸与君初相识。看到长翼惊喜现身，精彩弹幕说来就来了。家人说呢，超级无敌期待任嘉伦，期待任嘉伦的长翼宝宝，长翼好帅好可爱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大尾巴鱼掌翼游来了，我这激动的心啊，终于看到会动的宝子掌翼了，不仅仅是头可爱鱼，还是又酷又拽的北京之王，被帅到了，永远相信演员任嘉伦就对了。没想到啊，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的静态照竟然这么好看，明明是静态剧照，却好像能够从中读到生动的人物性格。而迪丽热巴、任嘉伦全员与君初相识的心声，真的是有趣又有仪式感。而动态的魅力十足的吻戏也是超级甜蜜，超级温馨，浪漫至极。回望旧年与君初相识，奋起笃行，只为呈现心中的至美至真。青春已至，期待与君初相识，共启美好童话之约。小编注意到，《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》是一部古装爱情神话剧，由朱瑞斌执导，迪丽热巴、任嘉伦领衔主演。此外，在《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》的主演阵容里，还有萧顺尧、郭晓婷、慈沙、范真、王子腾、王东的身影，以及海一天、胡一璇特别出演，佟磊友情出演。可见《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》的明星阵容非常的强大。《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》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《玉角记》。《玉角记》讲述了御灵师季云河和鲛人掌翼冲破束缚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终成眷属，携手守护苍生的故事。踏山海而来，执爱恨而生，天地一隅，万年一瞬，唯愿在此待与君相识。春天来了，百花开了，佳人爱丽丝期待迪丽热巴、任嘉伦，期待《玉角记之与君初相识》，期待季云河、掌翼，你期待吗？